现在我们恭请根本传承上师沈尊莲生佛佛赐予大众瑶池金母本尊法、瑶池金母八大法、瑶池金母马上有前法灌顶含皈依灌顶，可以播放咒音了。Thank you.
灌顶，我们要主睡所思，请迎师主准备，请迎师主准备。现在请到台场前来准备，主起功德主，下午时间没有跟师尊献到哈达的主起功德主，献到在坛城前准备。灌顶圆满结束了，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感恩根本上师莲生佛佛慈悲赐受我们瑶池金母本尊法、瑶池金母八大法、瑶池金母马上有前法的殊胜灌顶。